来，六康，三四五，二三四五六。然后这边洗一个技能，这边转一下版面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把火的转掉好了。然后七康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干不够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打得死他？是我对我技能吗 ？OK， 优先攻击一次。被打了三万四，如果消到暗住的话，三万四。血量够的话，就直接消暗住就好了。这里的话，好，这一关，看水之呼吸。好，水之呼吸。然后用第一招，第一招就好。水火会一扛嘛，哦。这样子，嗯 ，OK， 好，再来，没动，然后开蝴蝶刃，消除所有附加效果，恢复生命力。OK， 再开汤师长一记，变身后的一记哦。好，就尽力转。不太好，哦，还好有打死。OK， 好，第四关，这边红绿灯，红绿灯起手，一二三，五个光珠。啊，没转好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先拿左边这只，绿一下那个光珠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一二三四够够够够，不用绿。
撞得很差，我还是有过就好。好，无鼠盾这个应该是看开变身炭治郎，水之呼吸。怎么那个变身？再来，火之神神的墙。哎，可是这边的话，不用特地转那个高 combo 吧，普通转就好了，应该是打得死他了。对吧？可以。好，再来，这边怎么办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再来，手下六康嘛，哦。我上次喊的技能还没跳，好，血量有点多哎、欸，那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试试看，开鸟笼，至少每个人可以攻击了，左边探视长不行，右边探视长还没好，好，就看我可以打死他吗？然后暗属性是不能消，哦，没有 ，OK， 手消六连击是不是？好，来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六，可以，可以，这伤还可以，好像有点勉强哎、欸。嗯，这对我有点勉强。哎、欸，没有三成就。快两成就，好，哎，巨人才两成就，啊，就是这个队伍两成就，啊，要泉水哦 ，OK， 泉水，好。